不但拿他的收藏换钱，还打他。有一天，张汝舟在家里翻箱倒柜的找文物，这时候李清照回来了。李清照上前拉住他，不许他搬。张汝舟将他推倒在地，还踢了他一脚。张汝舟转身就走，李清照伤心落泪。不，我不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。我觉得事情应该是这样的。怎样的？张汝舟，你是不是忘了什么？忘了什么？忘了我是李清照。